通过三天的紧张的排练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个乐团成员，还有我们四位中国爱乐四重奏。今天晚上为什么用贝多芬的命运来开场呢？当我们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们跟皮特先生说，我们用什么来开场？皮特先生毫不犹豫说，现在全人类面临着挑战，啊，我们战胜这个 COVID，战胜这个疾病。 那么没有比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更合适的，能够来鼓舞我们现在现实社会的现在这种境况。全世界人民都需要一种合作精神啊，对于我们命运的挑战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成员乐队成员是第一次，我们全部除了我们五个人是老战友，所有的乐团成员都是第一次见面，从五湖四海全国各地啊聚在重庆。 经过三天的紧张排练，呈现了今天晚上的一场音乐会。